其实他很了解当一个歌手应该怎么，因为他之前也是一个吉他手，所以在音乐上面我真的有什么我觉得问题啊，或者是真的想问，我一定会问他，因为他真的在音乐上面他的经验还有知识真的很高。那在私底下也他是一个也不太爱讲话的一个人，所以跟他沟通是一定要有一个人先踏出第一步这样子。所以上司我也倒不觉得他是一个上司，因为他管的部门都不是这个 artist 部门的，我上司其实是 Paco 我的经纪人。